本视频由 Tobier 原创制作。大家都熟知一款高使用率的家用级车型别克英朗，美观的展翼型 LED 头尾灯，拥有舒适宽绰的乘坐空间，搭载升级的 eConnect 智能互联系统，用户体验和市场反应当然是很不错的。但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款比英朗漂亮十倍的神车，大众小宝来。正如他们的广告语 Polo， 要独特也要绚烂，要思考也要狂欢，年轻的意义任由自己创造，和所有新青年在一起有的玩。这款主打年轻人的车型，无论是从外观的设计、技术配置，再到内饰，完全可以用完美来诠释整车的结构。 Polo 作为精致小型车的代表，在内饰方面的设计自然是花费了很大的功夫。尽管大众家族式格调的设计并不会提供太多的新意，但重点就是在于上手难度低，功能配置安置很符合人体工程学，在空间狭小的车型里，它也算是兢兢业业，质感超群。新车搭载 EA211 系列的全铝发动机，其中 1.4 升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6千瓦，相比现款增加了4马力，而1.6升发动机最大功率为81千瓦，相比现款增加5马力。同时，铝制的发动机质量更轻，操控油耗兼顾。当然，还有 GTI 车型上的 1.4T 发动机，最大功率可以达到96千瓦。最大扭矩为220牛米，一是底盘稳定度高，二是安全配置齐全。当然，其多变的外形和品牌附加价值及燃油经济性，在同级别中也算是佼佼者。